用加九班，你全部加起来，听见没有？我的我啊，我咯。三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大家都在。先从刷饼来，三包，来，两包，三包，来，三个，这人的好吃，有没有骗你？这一包有十袋。中海王子，阿姨，阿姨，这暗时吼，你来四饼，唔忙食四饼油啊，唔忙食阿面油啊，葱刷饼都唔免用，你来，你来一片起来。啊，那阿拉伯家你呢？阿祖孙困袂用，非常，你来一个，哎，你乌坎甲大阿面的，足好困。一包偌济？啊，炒菜菜真济就好食，都唔免买，用咱的面油来做。两百块。要试看卖无？一包卖200，十个哦。一包送你，来200，后来葱抓饼一个人拿2包，都有人困袂去无？最后一个有食七片的哦。诶，第七片的来啊，这边来，哦，这边拢是这，拢是这少年那在这，这少年拢爱七片。来，阿要食这贡丸的来，阿罗要请你们。哎，我真够贡丸哦，但我喜欢这个大贡丸，拢无出来，我今天去挑一包出来。马甲对，看你啊，哇，你请吃。来这个鲜巴，买杭巴来，真足贵嘞，这阿要一只杭台币阿无？差不多。一模一样，来要吃500贡丸，500块来。请求姐妹来，听声音好像是我，对啊，是我啊，不是好像就是我。来，老爸，来，想要吃带头鱿鱼的鱿鱼串的来，500块来。你的蛤蟆，你绝对要搞买钱，等你蛤蟆去请假请耶，真的好吃。这个鱿鱼串我只卖2个礼拜而已，你没有买到你就没有了。来，老爸，我就烤几个东西来，老爸，鱿鱼串。有没有人要烤肉？没有要烤肉没关系，你没有烤，你烤肉没有吃完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切切下去做三杯啊，炒一炒啊，煮汤都可以啊。来500块，纠结让别来，请问吃鱿鱼串的500块？好，来，这家要送你来500。哎呀，领导刚好要喊吧，有哦，来500，吃八只哦，来500好嘞，来高桥鱼，来赶快500了。阿姨，谢谢。阿姨讲为弟兄，是弟兄啊，对啊。带当弟兄，弟兄对啦。我今早就证明生出来，你就带弟兄的，你是。阿弟分这个嘛？哎呦，来。你吃第二波，阿弟那去订一杯酒店的，你偷偷看的。来，我发到。台湾弟兄的，弟兄的好朋友，台湾对啦，阿妈，只好爽快。一半八百都要离开，因为已经超过10只啊！我慢慢推车，我身体都还没，你准备了？7只、6只、8只、10只，要求。你说？咋？2个，都买一个喏。都买一个哦。100块要搞买一半，卖三卖人哦。家己烘，家己煮，家己吃。来，阿姐，阿姐在做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对，就出来冲的呀。出来啦！500块啦，我阿姨的2份啦，你咪吃去啊！我慢慢去吃，我可以啊。4个客人而已，最后一位了，有一串。回家给我一个签名，来，500块，对不对？来，辛苦你了，来，最后一位了，赶紧过来哦。来那个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对，喊嘛，对，差了。越卖贷款是越多而已。这较方便啦，而且无花无费，袂遐俗啊。不要把它肯定开单哦。够啦，你留意啊，家己买，家己等去抢，你就无头买遐俗，就无可能遐俗。但回去路上肯定得用白纸打。哎呀，肯定用白纸打。对啊，因为管钱管贪的啦。下底放尿时阵就袂管。不是站的时阵，袂喊过来吃的。来500块，各有人买大，最后一个人结果啊，来500块。要喊下，要一大就叫我哩。我鱼王干你。啊，阿哥袂喊买哦。干你。哎，你大大几个人要喊嘛？大概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去搞买2只啊，买卡边疆啊，这个包啊。老板每天都有卖吗？没有，他这边是。我笑呀，我每天卖，我靠呀，我有偌济生意啊，哇，每天卖。你看，你听着啊，每天卖，要死哦，给每天卖。这三十包三三百而已，下一只交给我吧。哎呦，要死，我都给我吧。你弟兄的银行 A 的啦，乡里的。
我刚刚是我捌去地上的银行借过钱，刚刚是老实在。你坐后边对无？没有搞空位啊！这很吵，我袂安尼啦。阿蒙啊，笑诶，笑脸的啦。阿蒙笑诶，一定是红哥啊。对，时尚业够凶诶。你家客来啦，看你老。金城武助，你唔知哦、喔？对，金车大道是吧？金城武助啊。诶，刚刚说无人诶哦，来，我改借钱。我大姐，赶快刷到大姐那个把证件拿来，全部来，全部拿光。你就结账呀，两百九十八，来这边好了。二十五颗干贝，一百块，来这边两百块。来，您毛鸡腿排两百块，大概四十几块。好，贵吧？来，落开。来，小姐先往里。三个。这边几点开始卖哦？这边下午一点半开始卖。下午一点半开始卖。结账。哎，还有一个贵吧，一千个。还贵吧，快起来。没有你的数。来，我们吃咸味片，来客了啊！这里还过几块钱嘞？你有去物件哪有人呀？哎。啊，哎，搁一个龙虾扇贝啊。都啦，啥都没呀。哇，伊呀，对了。哎呀，你地上你开始爱困啊！地上这时阵在困两头了。无，你又讲我无咧。来，罗威千里片有人要吃无？买五百片啊！这下卖给我五百，给伊路所费。来，三百块啊，你有先钱啊？好。丁丸啃啊，叫小朋友。快点。来，这来当。来，三百的。妹妹，你先拿上来放着啊！我等一下箱子给你。来两个。来，等一下。哎，这样就不用睡觉了。好，对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来去里面上班，哇，下课够笑脸的一样。固定礼拜六、礼拜日，固定礼拜六、礼拜日。阿姨，你有没事？你跟我讲，我尽量配合你，因为你太远的，你后抓来先跟我讲，听无？来两位。三百块，来四对五对，讲起来这无啥钱啦，个个是一半钱啊，尔啊，真正好食啦。用真的，用行的真正，切口袂来七对，来八对。不客气哦，太大话，不客气哦。到底，规日到二十地，用这个用行的派车去在老天外面真正三年，去台湾真三年，叫咩名？阿进了，你个嫌你无叫咩名？你啊，我就讲，来五地，来六地，七地，八地，九地，来十地，你五位七里地，三百块啊！一码费啊，一码费，一个人拿十片哦，十片哦，来六地，来八地，来九地，十地，来五百片，来三百片。好，美味的鸡里脊，还有人喜欢吃吗？来四对，来十对，来七对，来八对，来九对，来十对。哎呀，你有看直播吗？啊，你到底看直播无聊？嗯，啊，这个阿虎啊，给你介绍，你看这个是伊去未？哦，真辛苦啦，你甲打气球，甲打气球。啊，你丈夫话过去去甲伊讲，甲伊讲无咩事啊，你阿姨。来三百块，不能不管的无？我们这一片。三百块唔免啦，你就只要来现场，把阮阿虎啊打气，就是阮阿虎啊努力的动力啦，好不好？啊啊、我真够你钱啦！赚大过年，大哥跟阿虎啊，大家爱护他。来，我来，我阿爷啊，阿爷我，我做到第五个人吗？有啊。我阿爷啊，这边。来，要吃海地开三百，只要免啦，来两百块哇，系啊系啊系啊，免两百的。虾子两百块啦，赶快动作快。这家黑暗能放过来，哎，一人一份，两份都没关系啊，我没有喊两百的啦，我是要很多人买得到了，所以喊两百了，冷爸过来了，来，我这边三个，两个，五个。来，各位人要吃虾啊无？哎呀，你啊鸡尾挂，你今年囡仔要行吧？我再讲两个，一款烧酒，你用点？也就不行。你若讲哦，你个钱哦，加看寡，啊！你若讲我开无够，伊就要骗我伊啊。六个。其实你个有错，你若讲你开无够，啊，不过你物件买侪，伊相信，知无？来啊，虾啊，几啊在吃？六个。你黄鱼啊，靠呀！你虾啊！来黄鱼，买一千八百块，来五百块，我买黄鱼。五百。五百，来先交掏钱，再抢黄鱼。五百块，哎，你这边为什么这样讲？为什么要这样排队？五百块。摆啊，这行会摆啊。大王鱼六百，准备来拿杯。我们小王鱼，我要求这边他多个团队呢。来五百来。吹阿彪黄鱼吹，关键的东西。
阿我姨，请过来麦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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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请这边坐，来，我爸爸来，来，谁我爸？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我再多送一支，哇，不用讲了。这真正是三味的，多看几块的贵人，来五百块来黄鱼，来四块来五分，来七块过哩，来过来黄鱼，来五百块，别安尼多看几就算了，留了可以了钱，来五百块，因为六块不是五块，这是六块，来最后一个人的黄鱼五百，无好，你无贵点嘛无好，最后一个客人来了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最后这边写的黄鱼五百块。来，最后一位，真的很大条。哎，我爸。这个看样子真的会撩起。来，我爸红。就要结账给我了，黄宇，五四三二，谢谢。太漂亮了，那黄宇太大只了。来，还没讲冷气，有人没讲冷气吗？我看没多少人在地方，你在哪里？然后嘞，加了六百块啊，我话无所有啊。来，两千块的去买。冷心情，这个是在新达港卖。对，在新达港卖。这个美女，这个现在这个冷气啊，这个是在新达港卖。哎，你有盖不？你有盖，我卖你，免两千。他收呀。准备了，本钱千五，一千五嘞。耶，哎呀，没有。哦。哎，这家伙有了。哦。看一下附近行的啦。哦。中间那个是千的。哎呀，我没有说，你爱啥我给你买就买。这人听了，等下。哦，哇，看到无？看到无？啊，明仔载吼，啊，爱过来吼。明仔载，加油嘞！加油！别来这边嘞，你。加油嘞！弟兄，你这边嘞，阿伯，你今日食弟兄，你弟兄，你唔是叫假？你叫假嘞，你唔是假？你叫你明仔载，我假大无啊？你叫你明仔载肯定会啊！来，讲完讲完啊，给，想要吃讲完的钱，一百块啊，都一百块。来，我们家讲。那讲完你也无买着，你外口讲完你买着啊？真正好滴啊！来一百块嘞，一百块讲完买一百。讲完就买一百。Hello， 没得，五百元是十五。一包一百，你敢买着？你敢买着？不要说呀，给分一包啦，来一百块嘞，拢买啊，讲完啦。来两个，来五百块嘞，来。为什么不要想太多？快快快，快两杯。来柠檬鸡腿排，赶快动作，快两百块来。日式软食就很便宜，一家小姐就是这么便宜。对，就是在高雄，上海那边的，高雄去打卡，很远吗？你住哪里？来，最后一份来，来最后一份了，柠檬鸡腿排没有不贵的，来，三十块钱的两个，来你那边两个，快上去哦，谁在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痛你啊！好痛！我你快点讲诶！来，要请问偷偷拿车出来，我哪一个没吃偷偷？还有背心吗？你搞点去挂汽修的，好吧？汽修老弟，汽修老弟，今天也背，今天也背，是我个脚背啊！没话，你也背，我背哦，你包啦，阿个汽修的哦，好，弄啊弄啊。你想啊，你想对了，啊，下底想较贵，我唔知，你很贵，还是个钱？是啦，是啦，客气，客气。那软丝是今天，软丝是今天早上买的，没有错，是今天的货。啊，是六十块钱的老板。是今天的，他的那个海鲜都是今，礼拜六一定是今天的。三千五，卖萌卖萌卖萌，三千五吗？挂我。喂，一箱两千。我靠！答对，三千。OK 啦吼，啊卖弟兄来，啊对啊，你无搞，特别是无搞弟兄，你靠我这样哦。修车未啊？我叫我来边做啊，我叫我来边做。阿姨到啦！哦，对，阿姨啊，你出来啊！哇，阿姨好呀！对，你再来一下来呀！哇，恐怖哦！哎，我脑塞啦！阿丽珍，哎呦，大哥，我知啊，你我知啊，我知你脑塞啊。干美玲，你阿哥？我哥哩。来，来，阿郎小姐啊！哎，郎小姐。刚才你看人家请我一包冰柚。对啊。真假啊？祝我你好，哦，就辛苦，就休息。都辛苦，你台当载遐济人啊！你敢知影啦？载济人都不要紧的，载济人咧重量偌重的，迄个拖偌辛苦的，你知影？哎，因因咧拖的啦，不是人咧拖。哎，车咧拖，不是。来吧，接下来开好啦，来吧，讲一个地方，来啦，好，宝贝哦。
对啊，拢做啦。啊，你若要食啥，甲我讲，后壁要做侪物件，但是吼，你要讲就要先讲，十四岁来，十八岁，十八岁来，十八岁真大只，真如果变成真大只，大五百块钱就要来拜呀。大人要听，全部来，阿姨，你个有兴趣哦？你若兴趣，你免五包啊。好啊，免五包我收。小姐收钱，四百块好。求你莫对啊。来钱嘞，五百块。好啦，来啦，来五百了啦。啊，别跟别啦。来五百块，中包包的来钱咩嘞？来五百块，全部都杀好了。你回去不用杀鱼了。来五百块，就结了，就结了。好啊，八九来钱都够买了。宝贝。听到没有？五百块，你买，我拄仔做咧内底挂卡的，你拄仔在做，慢慢仔吃。五百块了，绝对了。今天的手脚好慢。我无想要打，我叫阿姨买啦，但你动作我拢袂袂注意。五百块俩，花了啊！大哥呀！多少钱吼？哎呦！真正真乖啊！哎呦！谢谢，来挂起来。我不要介绍。这个挂，这个挂。这三块地块够买够贵，这三块够买你老爹家，你别猜猜，来这边，来谢谢，来阿伯吃十斤来阿伯，包了会包了，好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林哥林大哥，你看我这车不？哎，这个不是小朋友吃的呢。不能开玩笑呢，这帮我得做会员，一天那么几百块哎，这叫对飞七十九啦，冰岛飞是靠什么？你不可能你这个收台就能，因为它价钱很高，要怎么卖？这种地方我卖不出去，来老许工，但是已经炸出来啊，我一穿买下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去过？有，哎，今天冰岛飞的哈，有哪里？你等下你用什么价呀？好吃对不对？不过七十九，加了爆浆了，得爆七十嘞。到这时啊，连起价我这。没啦，哥。你七三我就崩啊！你七三我就崩啊！运多收悬啊，惊死人！哇，这台这台这崩到外口去啊！红皮胶在这啊，爱特冰啊，对吧？伊特不是温多，温差收悬啊。好吃哦，你是烤猪排。好用两次哦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我袂较衰，大家这么研究啊，这真正好好吃。来，买四百，来三百块钱，买一克来，一克啊四十粒咯。来三百了，不过我还会记住吗？不会，你不知道。你们话恁自己去查查，看他这个问题，看人电话是。买三百你买袂啦？二啊五只，买一克啊七只，两百五，再多七十九，谢谢，我真正修改啊，六克啊俩，你若袂查对，我了了，两百块我呢，再多七十九，来两百块，来三百来。这时间互你，我袂要收的。你只五厘，给你谷歌看安怎吃，有够好吃。两百块。你们下午是去哪里啊？下午今天下午要干嘛？两块呢？不可能四百块吧？两块，你两百，我多七十九。两百块拢有嘞。你伫遐听后壁讲话，后壁透露信息，就是这人送的袂偌济，几只袂偌济。我袂使讲，后壁使讲，知无？伊后壁迄个吼，说你较大。你后大家咪？来，苏小姐，五百块。你们下午都在睡觉吗？因为我觉得今天下午太累了。我觉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个发生什么呀？你干啥在搞破呢？我很好奇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阿姨都吃不完，你又叫买两盘。已经在做这样好心的，你唔忙阿咧咁碌啊咁，主要咁主要啊，好在唔加嚟，我发几下钱。金融手小姐。喂，谢谢，爸爸。凤螺鲜猪肉，嘿，一家子，哎，不错，好一套。你买的那些大概，我搞点物件，不管你买什么，自动的，一家人吃菜，好不好？来多利啦，还每个堆包拢来扣钱，拢来，也平。两百多，两百。来啊，两百多，我来再堆啊。来多利两百块钱的，两百块来，多利，来一杯啊，来拢我一个人，真能干。多利有那种真真气的，还蛮舒服的。来安博车站啊，来一百块多。这社会风社会在是真起来做差的。好了，站好了。
但是吼，这若无台吼，我要送你，你反正都无来。你这社会无台，就买台好啊。来要车开500，开400，真真气钱。唐凤凤来200块啊，都安盘车长啊来，来200了，哎，招姐妹嘛。安盘车长啊200块。Hello， 有人要吃药无？真真气钱，再放松下来200。真正无想要吃对啊，来200了。一个两个人去跑对对。来200了，安盘车长啊200块。